佩兹是深受观众喜欢的笑星，在荧屏和舞台上为我们奉献了很多优秀作品，给大家带来了无限欢乐。但在生活中他却很低调，很少谈及自己的私生活。陈佩斯的妻子王燕玲曾是一名护士，极少曝光，两人育有一子，取名陈大宇。如今他们的儿子已经27岁，长相颇似父亲年轻的时候。陈大宇留学回国后一直跟着父亲学习话剧表演，2010年开始正式入行成为舞台喜剧演员。如今陈大宇子承父业，出演父亲的话剧代表作托，接棒演陈晓这一核心角色。陈大宇说，做演员来说，没有任何人能站在谁的肩膀上，更没有办法100%的去复制，一切还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。